好，我们这边要讨论的是，Panacea Evolucci Gadas Model 第二 set from one 的第二 set 的 vacancy。So 在这边他说 temperature at county A 跟 CB 是25度跟23度，还有我们找 difference 就是它相差，它们相差几度？相差的话呢是大减小，所以我的 difference 呢会是等于25减-3。所以它会变成25+3，也就是28度，所以它相差28度。好，然后接着再来这一边，他说，一包呢辛德曼，一杯咖啡，还有一片那个饼干的价钱是2.5块3毛。然后 Mr. Sugu 跟他的 family order 3包纳西德曼。3包纳西冷吗？2杯咖啡，然后4片饼干，饼干的30 cent 是 RM 0.30 OK。然后过后呢，amount of money to be returned if Mr. Subu 给了15块，OK。所以他在这一边的时候，326+3+2，OK。所以他给，他其实要给10块2毛。哇，他给了15块的情况之下，那个人要找块4块8，RM15 减 RM 10.20等于 RM 4.80。OK，所以他的答案是4块8。好，接着 C。在这边，他说，beginning of the opening hour, the ratio of number of children, to adult 是4:7，然后三分之一 of the adult 还有51个那一个 children 离开之后，difference between the children and the adult now 是85。Calculate the total number of visitor to the zoo。At the beginning of the opening power hour，好，在这边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说，假设啦，它 total number of the visito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opening hour 是 x 个人，所以我们这边 let 它一开始的那个人数呢，OK，total number of visitor at the beginning hour 呢是 x 个人。他有 x 个人，一开始他有 x 个人，然后这样小孩有多少个呢？他在这边4:7，4+7会是等于11，所以他的那个 children 呢是4/11乘以 x，然后他的大人呢是7/11乘以 x。然后现在他就有三分之一的那个 adult 离开，so after 的时候，他的那个 adult 呢，他就是7/11 of x，然后乘一减掉三分之一，就是原本的三分之二，7/11 x，然后乘以。三分之二，OK，然后那个adult children 呢，他有51个离开，4/11x减51，然后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hildren and the adult now 是85，OK，现在的问题是，他说 bilangan kanak-kanak dan orang dewasa 是85，他没有讲谁比较多啊。OK，这样我们假设大人比较多了。OK，这一个比较多了，这一个比较多了。为什么这个比较多呢？OK，因为它是气氛嘛。所以我在这边的时候，这一个是等于14/33x，所以它是14/33x。减掉4/11x 减51，等于相差是
85个人吗？85，所以我就有11/33x 减4/11x 加51等于85，然后在这边我乘3乘3，哎呀，432，我有东西算错吗？14/33，三分之一离开，OK， 然后2×7=14，然后33/4/11+51=85 ，OK。哎，这个原本是14/33，14-12，2/33x 等于这一个85-51，85-51，34，所以我的 x 会是34×33除2，所以在这一边34×33除2。561个，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有561 people。 好，来我们试一下看一下对不对啊，他561啊，你就心里想他在这边他一开始的时候 child adult 是4:7 total 刚刚找到的是561 11分，所以我在这边561除11的时候它是51倍，4×51 204，然后7×51 357，然后357，然后乘1-3/1等于357×3/2，所以在这一边357×2除3 238，然后204-51的情况之下是153，所以它 difference 呢会是等于238-153 238-153 85，正确。好，接着第二题，他要找 HCF of 60×24，用 prime factorization method。所以我们在这边的时候呢，我要的是60×24的 LCM， using prime factorization method。OK， so 我们知道24是什么东西呢？24，3×8=24，然后8是2×2×2。60是什么呢？60是6×10，然后236250，所以我的24其实是2×2×2×3，然后我的60是2×2×3×5，然后我们要找它 HCF 的话就只拿一样了，就2×2×3，然后432，所以它 HCF 是12。当然我们在计算机这一边，我的24等于我用这样 fact， 我可以拿到2^3×3，然后我的那个60等于，然后过后我再用 fact， 它会是2^2×3×5。 OK， 然后事实上呢，我们还有另一种方法是24我除2，12除2=6除2=3除3=1，但是我觉得这个方法比较慢，所以我就没有用这个方法。60除2=30除2=15除3=5除5=1，好，好，接着 B 了，他这一边他说那个。NJ Amram 呢，他要装正方形的那个砖块，然后在一个正方体的房间，然后他的 volume 是216，
然后 area of 每一个 tiles 呢是 2500cm square。 Calculate the total cost to purchase the 4 tiles if the piece of 4 tiles cost 12.4 块。 OK, so 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它是一个正方体，所以我们在想它这一个是一个正方体。 OK, so for 这个正方体呢，它告诉我它的体积是216 OK, 216 meter cube。 所以我这边我的这个它是 X 乘 X 乘 X， so 它 volume 是 X cube 啊，所以 X cube 会是等于216啊，所以我的 X 会是 cube root of 216的情况之下呢，它会是6米，然后把它变成600 cm。 所以它的 area of floor 呢，就是说它单单底下的这一面会是等于600 cm × 600 cm 6636 36000 cm². 所以我的 number of tiles 呢会是等于36000 × 2500。 所以我在这一边36000 × 2500，然后是144片。所以它的 cost 的情况之下呢，就会是等于144×RM 12.4块。所以在这一边乘12.4块，所以它的价钱是 1785.6RM 1785.60。 好，接着在这一边它的 universal set 是1到10，然后它在这边它的那个 A 呢是 perfect square。 perfect square 是什么呢？ perfect square 是E 的 square， 2的 square， 3的 square， E 乘 E， 224339， 小过10的。然后 integer exactly 3 factor， 然后有刚刚好3个 factor 的话，0111122133 144224 然后155 166236 四个，177 188 428，然后这个有四个9，然后199 239。 所以我在这边4的 factor 它有124，然后9的 factor 它有139，144224 199339 OK。 然后在这一边他要我们写 AB 用 set notation， 然后接着他要我们画 Venn diagram。 So Venn diagram 的话呢，我们这边有0到10，然后149和49。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要画他的 Venn diagram 的时候呢，它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OK， 首先我们先画一个正方形，然后它里面有两个圆形。 OK, so 我的 B 那边呢它有4和9，然后这个有1，然后全部呢它有2 3 1 2 3 4 5 6 7 8，还有0，然后还有10，就是这样。好，接着我们看第三题，还要我们 find the value of 这一个。你有 A 的地方你把减5放进去，然后你的有 B 的地方你就放这一个2进去，有 C 的地方你就放这个减1进去。所以他现在要我们 evaluate 的话呢，它就会变成5减3乘减5减5乘2除2乘减1。 OK, 所以你只是直接这样放进去而已，所以它就会变成了5减减15减10除减2，然后5，然后减
这一个减25波，没有减25波减2，所以它会变成5减 12.5， 所以它会变成减 7.5。 好，所以我们在这边用计算机来算的情况之下呢，它就会变成了这一个五减三乘减五减五乘二，二乘减一减7.5，好，就是这样。好，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一边，三粒苹果两粒乘7.9，五粒苹果四粒乘是14.3，苹果是 x 乘是 y，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它要我们找 xy 的 value， OK， so 三粒苹果两粒乘7.9，然后过后五粒苹果四粒乘 ，so 5x 加 4y 等于14.3 ，OK， 好，在这边我们要做这一个的 simultaneous equation，OK，我用比较快的方法啊 ，equation one equation two， 我拿 equation one 来乘哦。它变成6x 加 4y 等于这一个7.9乘2，然后它就会变成了15.8。这一个是 equation 3，我直接拿 equation 3来减 equation 2。为什么我可以这样减呢？因为你可以看到了，这一个是 4y 一样，所以我减了 6x 减 5x， 它剩下的是 x。15.8减14.3减14.3，它这一个就会变成快半 ，OK， 所以 x 等于快半 ，so 我 sub x 等于快半 into equation 一，3x 三乘快半加2y 等于7.9，2y 会是等于7.9减。7.9减三乘快半，然后会变成3.4，所以我在这边我的 y 是7.7，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x 等于快半 ，y 等于7.7，苹果是快半，然后乘是7.7，所以 apple rm 1.5 orange。RM 1.7， 好，就是这样。我用加减消减法比较快。好，接着这边他要我们画75度，然后用 compasses 和 ruler 罢了。OK， 就是说他不可以用那个 protractor。75度，105度的一半，所以我们在这边的时候呢，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这样，就是说首先呢我们就有一把尺，然后尺这一边的时候我这一边就这样 OK， 然后我随便一个地方开始，这个地方开始 OK， 然后接着呢在这个地方我要画那个白五度 ，OK， 收75的一半是白五，白五的一半是30 ，OK， 好，我用我自己的方法了，我的方法是这样，我教我的学生的方法是我先画一个半圆，然后在这个半圆里面呢，我们就画这一边。这一个下来它是60，然后接着120，然后上面这一边60跟120的中间是属于90度，
OK， 这一个是90度，然后接着我这一个这边这样上来，这一个就是90度，所以我们知道90度60跟90度相差30，然后30的一半是15，60加15就75，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这一个和这一个之间交叉的地方，所以这一边再跟它连接过来，这个就是75度。好，所以这个地方是75度，这一边是15度，这一边是90度。OK， 好，在这一边它告诉我 x 比 y 是5:8。y 比 z 是6:1，然后我们的 LCM for 6跟8的话呢，3 4 12 24， OK， 6 4 24 3 8 24，所以我这边乘3，这边乘4，所以它就会变成15 24 4，所以我的这一个 x 比 y 比 z 就会变成15:24:4。好，接着 b， 它告诉我 bd 平行于 eg， so bd 平行于 eg， 然后过后 ac 平行于 fg， 然后在这边这些是直线。还有我们找 XYZ 的那个角度， OK， 好， so 首先我知道这个是 X， 这边也会是 X， 它平行嘛，所以这样我就可以找到 X 了咯。 so 我的 X 呢会是等于180减掉37再减掉76， OK， so 我这边180减37减76，然后拿到的是67度，OK， 好，然后这一个是67度， OK， 接着我们这边的这一边呢，你可以想象一下，我加多一条线是属于平行哦，这样过来，在这边，我加多一条平行线，所以这个跟这个一样37度，这个跟这个一样37度，然后接着它在这边。它这一个 zigzag 这一个又跟这个一样37度，所以我就可以找到 y 啊，180减37 143 度，然后接着要找 z 就容易了咯，所以我要找 z 的时候呢，就直接180减37再减6790104，然后还变成76度。OK， 好。然后接着 AB 和 DEF 是不是平行 ？AB 跟 DEF，AB 跟 DEF，AB 还有 DEF。你看在这边的时候，我的 AB 是这一个，然后我的 DEF 是这一个，他们在这边这一个是67，
这一个也是67一样 zigzag alternate angle 平行，然后就是说我的这一个 AB 平行于 DE， 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一个是 alternate angle， 然后一样67度。 OK， alternate angle， OK， 角 ABT 等于角 EDB 都等于67度 alternate angle。 OK， 好，接着下一面，好，接着 C， 它在这边有一个长方形，然后这边有四个一样的三角形 remove， 然后他说他的那个 total area of 三角形是6，这个是6，这个的 area 是6，这个也是6，这个也是6。 OK， total area of the 4 triangle 是6，讲错，是四个加起来是6，所以我在这边6除4是 1.5。 然后他要我们找他的 perimeter of unshaded region， OK， 没有涂黑的部分的那个周长。所以我们在这边的时候呢，它这一个跟这个一样，这个是 1.5， OK， so 这边也是 1.5， 然后这边也是 1.5， 这个也是 1.5， 这个也是 1.5， 这个也是 1.5， 不是，这个不等于 1.5、啊、这边等下我弄错了，它只有这一边这一个，这个是 1.5， 这一个和这个也是 1.5。我都奇怪为什么他要给我们那个面积，所以他面积是 1.5 的时候，这个我给他是 x， 所以我的二分之一乘 x 乘 1.5 会是等于 1.5， 二分之一乘底乘高吗？所以我的 x 会变成2， 1.5 1.5 月，然后再把2乘上去， x 等于2，所以我找到 x 等于2的时候呢，这个是 y， 我的 y 用 Pythagoras theorem 就 1.5 的 square 加2的 square 会变成 2.5， so 我在这边 square root 1.5 的 square 加2的 square， 然后它会变成 2.5。 好，所以这一个是 2.5， 这一个也是 2.5， 然后这一个 2.5， 这个是5。 所以他要找 perimeter of 那个 unshaded region 的话呢，这样就两个5再加四个 2.5、哦、20cm、哦、好，就是这样。好，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一边。OK， 它这一个要我们 set 它的 coefficient of 这一个东西，所以我们的这一个拿来除，所以你的这一个3a²b4d2 除 a²b3， OK。月，然后过后这一个月，所以它答案是 3bd²， OK， 然后减 5a³b5c² 除 a²b3， 所以它是减 5ab²c²。好，接着来我们 solve 这个 simultaneous inequality，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哎，四 x 比较大，三 x 搬去后面，五搬去前面，减二减五大过四 x 减三 x， 减七大过 x， 所以 x 小过减七，交叉乘三 x 等于二乘五 x 减一，不是等于，它是大过等于。OK。所以它就有 3x 大过等于 10x 减了 2， 2大过等于 10x 减 3x，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有2大过等于 7x， 所以我2把7大过等于 x， 所以我拿到的是 x 小过等于2把7。 OK， 它只是叫我们 solve 罢了啊，他没有讲要找出 integer， so 接着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就合上来。 OK， 我们画一条数目线，它这一边有负七，然后二把七小过等于二把七小过负七。 OK， 所以它重复的地方是这一边 x 小过负七是它总的答案。好，接着在这一边它是一个四边形 ABCE 直角三角形 CDE， 然后 CD 等于 DE， 它要我们找 area of 三角形 CDE。 好，来，这一题很神奇的一题来了。首先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加多一条那一个线，我加了这条线之后呢，它就变成一个直角三角形，然后这一边这个号码就很熟悉了，所以我的那个 B1 呢就会是等于 square root of5 square 加12的 square 等于13。然后接着呢，这一边我这个又是一个直角三角形，然后在这个直角三角形里面呢，我的 CE 是短的，所以它是 square root of 13的 square 减 7.8 的 square，所以我在这一边 square root of 13的 square 减 7.8 的 square， 然后我拿到的是 10.4。 然后这一个我给它是 x， 这个是 x。 OK，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这一个是一个直角三角形。OK， 然后那个 x 是属于那个长了，所以我们这边就有 x square 加 x square 等于 10.4 的 square， 两个 x square 等于这一个 10.4 的 square 会是等于 108.16，所以我的 x square 会是等于这一个除2，然后 54.08。 有一些学生他可能是想，哎，我找出 x 之后我就可以找到它的那个三角形的那个面积，但是事实上呢，厉害的人不需要找 x 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的 area of 三角形 CDE 对不对？OK， 是直接二分之一乘底乘高，直接二分之一 x 乘 x， 所以我的 area of 三角形 CDE 是直接二分之一乘 x 乘 x， 就二分之一 of x square 罢了吗？所以我的 area of 三角形 CDE 是二分之一 x square， 直接二分之一乘 54.08。所以我在这一边 54.08 我再除2，所以它是 27.04 cm2。
好，就是这样。好，接着我们看第六题，在这边它是 line graph number of 冰箱在一间电器店卖六个月，头六个月 of 2022年，所以它在这边的时候，这个是36，然后这一个是11 12 13 14，然后这个25，这个是21，这个15 16 17，这个是31。 OK， 好， calculate the total number， 还要找总数，所以我在这边总数的话呢，36 加14 加25 加21，再加17，再加31，全部加上来144个。 OK， 所以它答案是144，所以第一个的那个是144，E 的这一个是36 加14 加25 加21 加17 加31，等于144。好，第二个，冰箱的本钱1800，然后他得到的利润是93600，所以他卖价是多少？所以93600除以144是一价赚的东西。OK， 93600除144，所以一价赚650。所以它的那个 selling price 呢，情况之下呢，就会是等于1800加650，所以它是卖2450。OK， 2450。然后 number of refrigerator 就哪里一个月，它是 1.5 倍 of 2月，二月多少？14。14乘 1.5 的话是21，21的话呢就是4月，所以它的这一个呢是 April。 好，接着我们看 B， 这一个是鞋子的 size， so 这一个是 1 2 3 4 4 6， OK， 全部总共有20个学生。 OK， 所以他在这边要我们 complete 他的 frequency table， 1 2 3 1 3 4 6 4 2， OK， 1 3 4 6 4 2。 So 在这边这一个是1 3 4，然后6 4 2。好，接着我们在这边的时候，它就有 convert 变成 bar chart。 我们要变成 bar chart 的情况之下，这一边它这一个是2 4 6，五号的有一个 bar chart， 五号的有一个，然后它的这个它有一点点奇怪，我自己本身如果我画的时候，是不是我的这个5 6 7 8、哦，我会移过来一点。好，这样的情况之下，它才容易嘛。E， 然后记得画 graph 的时候要用那个铅笔，不可以用钢笔啊。3 OK， 然后它旁边这一个是4，然后6四，
然后还有鹅，好，然后在这一边，它不是完整哦，还不完整，它还少了什么东西？这一个它代表的是那一个 frequency， 然后接着它还是不完整哦，它还少了什么东西呢？它还少了它的那一个什么？它的那个 graph 的标题，所以我们要写 graph 的标题。So graph 的标题，我们这边它的这一个，它是 distribution of shoe size of a group， shoe size of a for a group of student， shoe size for a group of student。So 它的那个什么，它自己本身的刚刚的那个什么 dot plot， 它也没有写标题。我们要养成习惯，标题一定要写。OK。然后接着 C 是什么东西？ 68% 多过 K， Find the value of K。 所以我们在这边 68% 多过 K 的时候，我们这边全部加上来是有20个，所以134 OK， 这一边它是 68% 多过 K，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的 N 等于134 642n 等于一加三加四加六加四加二，然后是20啊，所以我的68%20乘以60%，12的话，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OK，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它就是68%的，它多过 K， more than K， OK， more than K，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我可以讲68%的多过8吗？不可以。68%的多过7，他给的答案是7啊， K 等于7啊。我们到这边为止，这样通常我们都会完整拿完的那一种，我第一次遇到这样。12嘛， 68% 多过 68% 多过大过 68% 的大过7， 68% 的大过8也不对啊，所以他这一题题目有问题 ，OK， 这一题他的题目有问题 ，OK， 这一个大过七，你讲七不可以，为什么呢？68%大过七吗？没有啊，我们大过七的才1 2 3 4 5，没有68%大过七，然后12我弄错了，大过的是从后面那边拿 ，OK， 大过。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所以 K 等于7啊，这边是68%， OK， 也就是12个，所以68%大过7，对，68%大过7。好，这边我就把那一个 Pan-Asian Evolutionary Gradation Model 的第二 set 的 Part C 讲完了，讨论完了。